用沉默坚决对抗万语千言。云溪，殿下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坐，坐。殿下，你身体未愈，怎么能出来走动呢？要多休息才是。云溪，云溪是不是来过？殿下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要是想见王妃娘娘，属下去请就是了。云溪他说过，从此我们互不相干。明香找到了吗？明香姑娘自从出走之后就被李玄给劫走了，现在已经被天辉帝带回了西京，属下已经安排白小川前去营救了。明香被我吃了那么多苦，我真的对不起她。也许有生之年我都没有办法找到替她解美人血的解药。殿下，西风求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，您一定不会有事的。殿下，外面凉，属下扶您回去吧。七少，你看，这就是北冥山。找了那么多地方，都没有找到绝踪草，这北冥山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这山和我们之前见到的山完全不一样，明明是晴天，又是中午，居然还有这么多雾气。北冥山怪象横生，我们万事要小心，只找绝踪草，其他植草千万不要碰。知道了。七少，你看，安息吧，别在这儿受风吹雨淋。雨泽，这绝踪草是拿性命换来的，一定要小心。七少，你变了。我变了？你变得心软了，以前只顾着自己的目标，不会同情别人，也不会在意别人的想法，现在都会关心大众疾苦了。是吗？我觉得是件好事，你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可能我真的是受了韩云溪的影响吧。七少，你真的那么喜欢韩云溪吗？他是我最在乎的人，但是相识的太晚。既然你也知道相识太晚，何不转头看看身边人？七少，我永远都会在原地等你。雨泽，你有你自己的生活，就像我和朱雨一样，如同亲人一般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阻碍过他的人生归宿。韩云溪真是幸福，能让七少豁出性命帮他去找解药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如果你跟朱雨受伤了，我也可以豁出自己的生命去给你们解毒啊。走吧。
七少，嗯，你看前面烟雾缭绕，你要小心。百里小姐，这是李公公特地为您挑选的住处。这里风景不错，我很喜欢。那我先进去给您倒杯茶。好。韩云溪，解毒蛊之毒，除了你的心头之血，其他的配药我都已经研制出来了。如果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，下一步你会怎么做呢？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百里小姐是在找这个吧？这正是小女要找的，多谢李公公。咱家看下人收拾东西的时候落下了这个，怕百丽小姐有用，所以赶紧就送来了。有劳李公公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些下人做事真是太毛糙了。百丽小姐，那咱家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李公公慢走。